一个一个安尼去拜托，但是500个罗汉比丘，无一个敢答应，无一个敢答应。伫这个时阵呢，伊真正切心嘛，伊这个时阵非常失望，惊离开定拿精舍这个大门。到大门遐，伊放声就大哭，伊一直哭哦，一直哭，然后对空中发声，伊讲：优婆离替人剃头，身份地位拢足低的人，尼提伊是伫独婚挑肥的一个人，央觉摩罗伊是杀人的大魔王。陀瑟祇，伊是一个江洋大盗，因这种型的身份，都拢会当出家。为什么？我一个发这大心的人，无法度出家啊！在这个时阵，伊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哎，佛陀这个时阵啊，伊的神通有听到啊，伊嘛有看到啊，伊怎啊很光明？光明心现在佛经中家的面前，作主笔就问讲：佛经啊，佛经，你为什么在这哭呢？哦，听到佛陀主笔的音声，佛经中家伊马上呢停止哭，伊非常欢喜的甲佛陀顶礼，然后甲佛陀甲伊讲，伊讲佛陀。为什么这么罪恶的人都可以出家？为什么我想要出家都没法度啊？阮家没人赞成我出家，如今佛门也没人同意要给我剃度，我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啊，今日我就到这个所在跪起来死死的啊，跪起来死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佛陀他就跟佛经中者给他安慰，他跟他安慰，他要怎么安慰，他说：佛经啊，你不用烦恼，我答应你来出家啊，我答应你出家。说到这，佛陀他活身把目犍连尊者叫来，他把目犍连尊者叫来说：目犍连，你这个时候你甲剃度，当时甲受古足戒啊。那么佛经中者，伊剃度了的时阵，伊出家了，受古足戒了，伊真正有够精进，有够精进，日也精进，暝也精进，规工都是读诵经典啊。但是佛经比丘伫这个时阵呢，毕竟年龄真正有侪。伊有当时啊，看到有德的高僧来，伊想要去甲伊参礼一下，无法度，脚手慢顿。伊有当时啊，经义内底无解清楚的，想要去共请教，但是脚手慢顿，对袂到。这就是佛经比丘伊心肝内艰苦的所在。伫这个时阵，佮加上有一挂较少年的比丘，对。这个年长的长者呢，伊无介尊重，有当时啊讲话无礼貌，有当时啊讲话真正是介轻浮啊。佛经呢受到这个无礼貌的对待，伊这个时阵呢，伊就讲：吼、哦，吃哈老出家，安尼受到这种刑，我归去呢不如卖我来试试的。结果伊这个时阵啊，佛经比丘哦，伊就行到这个溪仔边，伊把伊的袈裟脱起来，吊伫树仔顶，伊就开始哭，然后开始入世啊。伊讲：我唔愿来舍离，来放弃掉这个佛法，甲这诸圣人呐、啊。这个诸上善人，伊不忍心来离开因，但是呢，因为真正年龄过头年迈，
身体无法度做主。我这个时阵呢，刚想要下离这个老迈的这个身躯。我相信，以我过去啊，我所布施、我持戒、我精进、我诵经等等的善根呢，后世人和我出世伫一个安乐的家庭，后世人和我会当修足济善法，和我会当供养三宝，和我会当了生脱死，证得涅槃之道啊！伫这个时阵，福精比丘。一发这个大心，这个观了的时阵呢，我一个心为起阿水就甲跳落去。那么跳落的时阵啊，人还未到起水的哦，目犍连尊者用神通出现，用手怎啊甲揪掉咧？伊就开始飞啊，开始飞，迄远远看，足像老鹰抓小鸡啊，飞飞飞。在这个时阵呢，来到对，来到一个海边，来到海边，这个时阵看到海边多有一窟呢，多死去的一个噪音的身躯尸体。这个噪音的尸体呢，生作非常的美丽啊。但是呢，福精比丘，伊看到一只虫，为这个尸体，伊唯一的嘴呢，造出来。这只虫为嘴造出来了，搁为鼻啊、鼻孔搁造入面。那么，伊搁为鼻孔造出来了的时阵，为目睭呢造入面，耳啊遐搁造出来。迄只虫就伫伊的头壳这个只，正出正入，正出正入。伫这个时阵，福精比丘伊就问目犍连尊者：“这个是虾米人？”目犍连尊者甲伊讲。时机若到，我自然会讲予你听。伫这个时阵，因阁继续飞，阁继续飞。头前呢，因看到有一个噪音啊，拍着一个单位啊，这个单位位，哦，迄、那个单位真大，都伫啊烟火哦，来伫啊滴烟水哦，起火烟水。哦，迄水呢，安尼掀掀掀掀到往滚起来。当迄个水滚起来了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排东歪迄个噪音啊呢，伊就跳好入去，跳入去了，开始煮，开始煮，开始煮，煮到这头毛啊落去，这个家的这毛发拢落了了，骨肉分离啊。那么伫这个时阵哦，这个鼎水继续滚，继续滚，透一阵风来。这阵风甲透过了的时阵，迄只鼎内底，迄、那个噪音啊呢，又搁恢复人形啊！恢复人形了的时阵，搁围外口搁行来到一卡位啊内底呢，伫食，拄食伊家己的肉，好在底下食。老比丘看一个讲，啊，开安呢，开安呢。伫这个时阵，目犍连尊者。佮带着福精老比丘呢，伊佮向前一直飞，一直行。这个时阵看到有一丛树啊，迄丛树啊，足大丛，足大丛，顶悬有足济虫，有够济虫，底下伫蹭蹭迄丛树啊，为树根食到树叶啊，只要是虫食过的所在，对迄丛大丛树来讲。个那像个万尖吼，啊，底下硬撞硬撞，迄丛树啊呢，会叫叫甲袂叫，迄、那个叫声就亲像地甲个哭声。伊就伫这个骨山，迄、那个所在为福精比丘，伊就开始讲，拄只所看到的因缘啊，哇，福精比丘伫这个时阵呢，雄雄。前一秒阁想要自杀，但是看到遮济苦难的这个形象呢，这个苦难的这个情景呢，看到家己呢，伊袂记得要自杀啦。伊伫问目犍连尊者讲：“啊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”目犍连这个时阵，伊看到福精比丘伊的因缘生息，甲开始讲。
伊讲第一，你看到有一个查囡啊，伫海边啊来过往去，有一只虫伫伊个身躯，一晚呢啊为嘴钻出来，一晚为鼻孔钻入去，安尼钻来钻去，这个查囡啊是虾米人？伊是小卫城一个生理人的某，翁仔某两个人非常恩爱啊。有一天，招一群生理人要去大海里底呢，要来找宝啊。大家人拢认真地找宝，但是这个查某人呢，伊规工在底下照镜，规工在底下照镜。为什么开要照镜？因为这个妇人啊，生作非常的美丽啊。生作非常的好看，不管是目睭，不管嘴型，不管是皮肤，不管是耳啊，反正就是安那看安那水。所以这个查囡仔呢，伊生作有够水，伊逐天就是去照镜、照镜、照镜。伊所贪恋的、所贪爱的，拢是伊的面相、甲伊的身躯。因此，伫这个遮的时阵，伊伫伫照镜的时阵，伊拢起娇慢心。迄、那个娇慢心就是讲，吼、哦，我真正有够水，无人比我较水。伫这个时阵，船啊行到这个大海啊，海涌伫溢啊，结果拄到一只大海龟啊。迄只大海龟有够大只，有够大只。以为海中心爬起来了，搁要落的时阵去打到生理人的这只船，战破生理人的船，规只船全部的人拢沉沉落。无一个有活起来，包括这个妇人、啊、那么这个妇人，伊就是过度贪爱家己的形象，贪爱家己的形体，所以死了伊的灵魂哦，变一只虫。迄只虫佫倒来伊的尸体身躯顶悬，伊作爱照镜，所以迄只虫就踮伊的伊这个面这个遮呢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目的就是我足爱我的面啊。那么不见人尊者去甲福建 BQ 讲，伊讲这只虫啊，受到虫这变作虫的这个业报啊，那是报完了，这只虫就是这个查囡仔的意识啊，这个灵魂啊，伊个爱对着大地角去受苦报，因为贪恋家己的这个青春的美貌，有当时会带来这后壁的业报啊。那么目犍连尊者伊继续讲，拄则你有看到食家己的肉，这个查囡仔吼，福清比丘这个时阵听甲耳啊啪啪，目犍连甲讲，这个就是舍卫国内底有一个优婆夷的查囡，这个比丘啊。这个优婆夷，伊供养 BQ 啊，伫吉哈安居90日内底虔诚供养。这个比丘就是予伊的主人命令，逐天拢爱送饭菜去精舍去供养 BQ 啊。但是这个比丘看到伊的主人逐天煮我只青草，伊就起一个无好的心，什么心？哇、哦！这物件真好食，我应该爱偷食一个，来先食一个。所以这个早干呢，这个比如，伊大概都甲饭菜先塞去一个较隐秘的所在，伊都啊先好食物件先推先食。那么食食食的时阵呢，剩的甲送来精舍和 BQ 引去食。那么到尾这个代志，主人有察觉到。伊就来甲问，问的时阵，这个婢女啊，伊颠倒哦，伊无忏悔哦，伊无认错哦，伊颠倒大胆讲，伊讲我那是有先摕来食，安尼哦，我愿意我生生世世食家己的肉。人是甲你问，啊，你有做，你就讲有我有做，啊，我忏悔，哦，因为我足爱食。安尼嘛是一种消业的方法啦。结果你唔是，你无承认无大见，佮讲我那是有生者，我生生世世食家己的肉。目犍连尊者就甲福清
这个 BQ， 甲讲，这就是这个人的业报啊。那么你看到迄张树啊，遮侪虫伫甲伊蹭。这个人伊就是过去在生的时阵，伫精舍内底替 BQ 伫管代志啊。但是呢，伊就是有一件代志做唔对，伊害怕啊。上主的物件，哦，人客来，在家人来，信徒来，哦，伊足够摕上主的水果啦、花啦、糖啊、饼啊，讲来来来，这摕当一只，这摕当一只。结果伫这个时阵啊，定定伫做这个代志，到尾啊，伊也接受着花报啊。那么伫这个只改蹭的遐的糖是虾米人呢？就是当初无说你去安尼接受着这物件的人，目犍连尊者，就一直讲一直讲，把这个老 BQ 啊，福清老 BQ， 讲这么多迄个因缘的故事啊，的过程。迄个时阵呢，福清 BQ， 伊虽然无听经哦，但是就是看到这个经，目犍连尊者。一直讲的时阵，伊脑中这个智慧大海一直起浮动，一直起浮动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过去啊，有一个国王，这个国王叫昙摩提啊。这个国王是一个仁君，伊布施乞丐啊，安尼慈悲不杀啊。20年来哦，规个国家的政治清明啊。有一天，伊的下骹手一个大神啊，带着一个杀人犯来到王宫内底，伊要来问国王讲：“啊，伊是杀人犯，啊，这是要安怎处理啊？”想袂到国王这个时阵呢，甲一个好朋友待伫啊椅背啊佚佗，哦，国王嘛是需要。这个休闲，多底下椅背啊，佚佗。伊个大神带着杀人犯来问讲，这个要安那处理？伊一时无想法济，伊讲啊，照国法处理，照国法处理啊。哦，就咱即马所讲的依法行政啊。那么等下椅背啊，伊刷了的时阵啊，国王去想到，哎，啊，拄则毋是有人讲掠一个虾米人来？啊，这到底是安怎来？就叫下骹手人来问。甲问的时阵，拄则毋是讲掠一个杀人犯来，啊，迄个杀人犯即马伫底啊？哇！伊个大神就甲讲：啊，阮来问国王，啊，讲这个代志，这个人要安怎处理？啊，你讲照国法来处理，啊，杀人犯照国法就是爱处死啊，所以阮甲伊处死去啊。伫这个时阵。国王伊就开始后悔啊！伊知影因果难得啊！我一时的疏忽，我一时伫啊伫伫安尼，甲人伫啊耍牌啊，伫啊伫佚佗，伊未去即讲，迄、那个原来伊坚持的慈悲不杀的心，伊去蒙失。这个时阵人就抬起啊，这个国王啊，后悔啊！后悔莫及啊！伊家己知影后壁有因果啊，国王伊下去王位，入去深山内来，家己一个人来面对着这个因果代志，来面对着伊这个修行的代志，一直到这个生命来结束。那么因为一个疏忽呀，这个国王哦，伊后世人呢，出世做啥？做一只大只鱼叫摩羯鱼啊，这只鱼呢，这个身长28000里啊，这只鱼是足大只足大只。这个鱼呢，伊那是一困啊，都要困100年。困了的时阵呢，巴肚作妖，嘴作嘴大，所以困醒了的时阵，拢会开嘴来啉水啊，开嘴啉水。伊一开嘴的时阵，全部海水拢灌入去，迄种磅礴的迄种气势啊，
就亲像河水要入大海，较侪嘛拼入去啊。伫这个时阵，当迄只鱼伊睏醒啊，伊都开始讲哦，巴肚作妖，嘴作嘴大，嘴大开开了的时阵，要来啉海水呢，要来食物件。多有一只船啊，载着五百个生理人，伊嘛同款要来大海内底来采宝，开哈拄啊好。迄只船啊，驶到位、开到位的时阵，迄只鱼啊，这个摩羯鱼啊，都开开了的时阵，规只船啊都驶入去嘴内底。船啊内底坐着一位菩萨讲。危险危险！今日咱紧来念南无佛咯，念南无佛，佛祖会甲咱保庇啊！所以生理人呢，五百个人都加紧合掌哦，一直念南无佛，南无佛，南无佛，南无佛。迄只大只鱼听到遮济人伫念南无佛，南无佛，南无佛，伊煞唔敢合起来，伊个嘴巴开开，开开，唔敢去动落。这个时阵呢？迄只船啊呢，它阁流倒出来，五百个人无半人死。那么伫这个时阵，迄只鱼啊，伊硬忍耐，硬忍耐，伊当伊嘴合起来的时阵，伊个巴肚枵，过头枵，枵到尾啊，迄只鱼啊来过身去啊。过身去了的时阵，哇，因为伊好生啊。迄只鱼啊，虽然死去啊，但是伊予五百个生理人安尼性命会当保存，所以后世人出世来做王下城，出世伫王下城，因为伊在生的时阵有听到佛号啊，听到佛名啊，所以出世来做人啊。迄个人就是福正比丘尼啊，哇！福正比丘听一个，作贵个。头壳那像电电着，那麻麻麻。伊感受着讲，世间万法真正无常，世间万法无常啊！伫这个时阵呢，伊怎开悟，证得阿罗汉果啊？小故事大启示。咱要学会修行的人，除了不忘初心，不请不请之友，不念古恶，第四。就是爱不变随缘，但这个所在爱祝福大家，会当伫这个节目内底听汉尼侪佛教故事，互咱会当法喜充满，同时家庭幸福美满。阿弥陀佛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。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心善念慈，护生命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，请收看般若讲座。
因为你从来找见，就到那就叫爸，就叫去了啥，到那找那找我，我让他们把包装拉了，就跟着他们用的。你跟着那样找，走路都渐渐的在那那那慢慢来，就叫他们把包装拉了，把酒往上，感觉老慢那么拉走啊，对，也蛮好，把大酒酿那把大包装拉出来，就是许多几个的朋友在这里干嘛叫。 我只知道你叫老师，我是从来没把这句话，他怎么叫啥子说清楚，刚刚上面那面他说的，当年没认真着把，就是怎么怎么叫他出去见，人家专门从叫他记了说，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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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进了，但把就见了，咋咋的说，哎，你这我那就懂了吧？啊，对，别怕了，对，啊，咋咋，嗯的。 啊，做花钱不就特色内的，嗯，那得，让个刚性我出去啊，或者是哪里，这里呢，这里，嗯，做花钱不等啥不嘞，这里，啊，让个杨梅山那个就把那这里这里找了嘛，没见到你，这里，感情用装的中行的特别好嘞，嗯，这里这里这里是啥个车，啊，去些是把那个国王用完刀把手牛过来。 哎，这里带用了这里当，现在这里当了当不让着了，这已经说过了。哎，这里那个瓜当，用完种种的有了。哎，这里带了这里面的，当官农业的我都知道，可不有了。这里那个当西西的呢，嗯，因为，哎，对的，马西山的那么个，就往过他们，杨家那都干的小官们呢，俺就为了把这里。 他的呀，有什么两个康熙学的啦？那种中国有一批的，那个讨论起好几。今天在这边与诸位在场的法友谈一下大圆满追击三要，原因是因为有请法者表示希望我就这个主题。 按照自己所知，与大众分享。不过，大圆满是非常深奥的法门。虽然我本人在监狱的时期，曾经在当根本上师那边听过经验的引导，有这样子的教授。但是，毕竟这个教法它本身有三个过程：第一个是听闻引导，第二个是获得体验，第三个是。 正得果位，那么我要为他人做解说，使他人能够获得解脱之前，自己应该要获得解脱的。虽然我在这个主题上面有稍许的了解，有一点点体验，但是说到正悟，则是还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因此我不能够说得非常的圆满。